反正现在看来就是，反正这些东西都是阿拉斯加有，雪线，还有这个黄金线都是阿拉斯加才有。哎，但是呢，黄金线、雪线你没法做活的，只能做冻品，煮熟了的。哎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市场不一定有这个，就是不一定有珍宝蟹大。哎，因为那东西贵呀、啊。